不得已的困难愿不知，原来与你与爱与世人互勉，无论几多风霜几多荆棘我也未怯场，如若经得起思念才可欢畅，无惧冷与暖去。他唱得特别好听，就超出我的期待值，这一点很加分。谢谢。好听。天哪，这眼神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眼里面都是星星。充满了被他的魅力所吸引的那种感觉，嗯，我觉得女生越来越喜欢他，越来越上头了，沉沦了，沉沦了，沉沦了，走了，好，你注意安全，好，你也是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早点回家，好，早点休息，好。晚安，晚安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拜拜。难舍难分，真的，那小眼神哈，就不愿意离开，走了，拜拜，一步三回头。Yeah. 热恋期就这样吧，无论你走多远，我都目送你。我觉得陈老师大进步，真的，他又会唱，对，数学又好，还会教书。他就是语言上比较害羞，但是行动上呢，还是比较会展示自己的魅力的那种。对，对。最让我有心动的瞬间的就是晚安那里，怎么说，人家都已经过马路马上要走了，其实我想象中应该是男生撞过来，反而是女生主动，我觉得他那一句晚安就是足够让大家感受到他真的非常喜欢他，而且很不舍。刚才你有说到那个说晚安那个画面很甜，就是晚安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是晚安的意思是我会想你的，或者是记得想我，一句晚安让他记住他。他恋爱了，他恋爱了。